其中小学六年级在大毕，是我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捩点。穿起制服，青涩模样，他是高中时期的陈俊汉。在分享自己生命经验的同时，一旁扶着轮椅、低着头仔细聆听的，就是他的母亲谢继珍女士。当时竹中学生对陈妈妈都很有印象。陈俊汉的高中学长名嘴黄义中在社群写下，24号这天刚好跟陈俊汉学弟同台，大家都很关心他，但他说反而希望这件事让大家反思。最后强调背后更伟大的是陈妈妈。整场录影看到他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起身帮俊汉调整，这一路走来，陈妈妈整整陪伴了40年。看见妈妈为了我而日渐消瘦的面容。让我十分的心痛。怎么样？我是不分区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候选人陈俊汉。从上学到出国，母亲也从青丝到黑发。人权律师陈俊汉的妈妈谢继珍女士一路相伴。如今陈俊汉在节目上遭到讪笑，陈俊汉律师出面回应之际，妈妈也是最坚强的后盾，转身都会在。我会把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奖都愿意献给我母亲，因为这是她。这是他所，这是他的辛劳所化育出来的。三立新闻林俊宗的报道。